那个头顶不舒服，头顶不舒服，我现在刚才看的时候，从楼的中间看过去啊，现在看的位置比较高，好像从高空看过去啊，过了三十年，从高空看过去啊，那个原来火箭的地方啊，原来搞火箭的地方，破烂的、破旧的还在那边。因为他们不敢去拆呀，他们相信一条外星人已经占领了他们那个火箭的原来的火箭发射基地，不然他怎么会把火箭拿走了呢？所以他们坚信，认为外星人占领了他们的火箭发射基地，所以他们就不敢再靠近过去，也不敢搬，也不敢拆啊，这个说明达到了很大的效果了啊，因为现在从高。斜着高看过去，原来是从楼中间看过去，现在是高空看过去，东西还在。另外一个叫荒废掉的，那个火车发射架，也荒废在那边，也没敢去动，也没敢去拆，那片就荒在那边，人家不敢去了。他们坚信外星人占领了那地方，外星人占领了那地方，他们至少明白啊，外星人的力量比他们强大啊，不要招惹是非啊，不要招惹是非啊，他们明白了这个道理啊，这个是有形的。对无形的来说呢，比如出版物上面，讲的贾历史之类的，这个感受就没那么深了。但是呢，那个当官的这方面理解到不是那么深的话，但至少他知道自己干了坏事，有可能就，外星人看得一清二楚啊，这也对他们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作用啊。无论是这个变化大与小啊，都冲击到人的观念了啊。另外一方面，关于核物质方面的。描述论述啊，确确实实，深入了人心了啊，深入了人心了啊，告知当他们知道，火箭被外星人控制以后，他们听说了外星人要控制核电厂以后，也把他们吓着了啊，也让他们吓着了，慢慢人们不再投资核电厂了啊，核电厂的，性的规模啊，也不敢扩了啊，真的，有的人胆小的慢慢也离开了啊，然后。关于核电厂的事也一点一点关键，顺利的进展了然后其他从核有关的人们也意识到了效果还是非常大的基本上就这个状况好知道了知道了再见